9000块他要还钱了，对吧？他总共是分期还款，一直是还不起呢，那个嫌疑人呢又再给他推送其他财务，跟他说，哎呀，你还不起我钱，你找这个人去借钱吧。那个被害人呢觉得是还得清了，就是继续跟新的财务借钱，就是以贷养贷啊，借新债还旧债，慢慢的累积到了47万这个总的那个债务。债务47万的到手的话，可能只有等其中70%嘛，大概就35万左右。然后呢，这样算下来的人的利率是3588%，这个利率是非常高了。但是呢，对啊，被害人来说他是不清楚的。这种所谓套路贷呢，吸引那些被害人的一点就是他无息审核，无息抵押。放款快，存到有些急需资金的时候，哎，觉得这很好，可以很快拿到钱。拿到钱呢，他就马上陷入这个套路中了。那个钱以后跟被害人说，啊，你不还钱呢，我就会影响你征信啊，我会催收啊，告诉你家人啊之类的，就是让他不敢不还。